想吃烤鱼，不要再去饭店了，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卫生又好吃，而且做法特别简单。将买来的烤鱼从背部切开，然后在两边改成花刀，撒点盐入个底味儿，来点葱姜水去腥，将里外涂抹均匀后腌制半个小时。水开后放入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烫熟后捞出，放入盘中垫底。锅中油温稍微高一点，再将鱼放入锅中，先不要动它，煎几分钟后轻轻晃动锅子，让鱼受热均匀。定型以后就不会脱皮粘锅了。将两面煎至金黄焦香后，把鱼盛出来，放在蔬菜上，锅中油热，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儿，然后放入一包烤鱼料，它有蒜香和香辣、藤椒三种口味儿。炒出酱香味儿后，放入一大碗清水。烧开以后，直接倒入鱼上面，就可以边煮边吃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香辣烤鱼简直太好吃了，真的是满屋飘香。